今天是2022年的2月8号，哦，大年初八，然后跟冠生来映射咖啡这边喝啊。啊，那这个是映射咖啡的内装，非常的典雅。OK， 好，那我点了一杯柠檬咖啡，冰的。哦，柠檬西西里咖啡。那霍克森的话点了一杯，这个什么咖啡？经典咖啡吗？手冲咖啡。那他目前在记公司的资料当中。好，那这里的话位于圆岭的从化区沟照。这个是他的背景。好吧，以上。